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数据君的朋友陈阳。之前啊，我们在雨天拍摄了一期节目，看有多少车辆会为路边的行人减速。结果我被过往的车辆溅起的水花淋得好惨啊！当时很多网友评论说，如果你手里拿块砖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于是这次我们特意准备了一块泡沫砖头，一起来看结果会不会不同吧。